南管北管比较研究。一，相对于南管音乐古朴典雅的丝竹弦管音色，在清朝嘉庆年间随著先民传入台湾的北管，泛指以北方官话演唱的各种声腔的戏曲音乐。二，北管与南管都是在台湾曾经流行一时的传统音乐。北管顾名思义，就是要用中国北方音乐戏剧元素与官话，就是国语，与使用南方音乐戏剧元素，就是台语的南管刚好相反。黄俊雄布袋戏虽然说的是台语，但云州大儒侠的云州是中国的燕云一六州，苦海女神龙是哈达国公主，哈达是蒙古，女暴君是交子国公主，交子是广西与南交界。一，六零六四六八。二，八，中央广播电台。一，八，四。南管北管比较研究，一，上代指南管音乐古典雅的是主管音色，打前敲甲琴能跟随之弦面吞音，北管方指以北方管把人唱的歌中上强的地球音乐，北管以南管度西大跟流行乐器的传统音乐，北管属你秋夕热中中国北方人我一天念书一管吧，秋夕国你一书中南方人我一天念书秋夕的南管共和相反，望准牛不推的舍得西，但本就太极的的本就是中国的人本也流就苦海五信牛是共济蒙古五宝棍是高济国共济高济是共社不能高改也。流连流是流别你别动红共不天台日别是
南管北管比较研究日上代至南管人我古典亚的是主管人生打前秋甲勤念见水至善面吞捏太的北管方至日北奉管八人从的各种上强的地球人我你北管以南管度西大太正见六行日系的前统人我北管命属你秋夕若中中国北方人我以天念属以管八秋夕国你以属中南方人我以天念属秋夕太你的南管共和相反望准牛不推以人舍的西太你但本就太极的的本就是中国的人本日流就苦爱五信牛是共济蒙古五宝棍是高济国共济高济是共社不南高盖日流连流是流别你别动红共报天台日别是南管北管比较研究一，相对于南管音乐古朴典雅的丝竹弦管音色，在清朝嘉庆年间随着先民传入台湾的北管，泛指以北方官话演唱的各种声腔的戏曲音乐。二，北管与南管都是在台湾曾经流行一时的传统音乐。北管顾名思义，就是要用中国北方音乐戏剧元素与官话，就是国语，与使用南方音乐戏剧元素，就是台语的南管刚好相反。黄韵雄布袋戏虽然说的是台语，但云州大儒侠的云州是中国的燕云一六州。蒲台女神龙是达达国公主，达达是蒙古，女道君是交趾国公主，交趾是广西越南交界。一六零六四六八二。
八，中央广播电台。一八四，南广北广地高年究小白与南广音我不变下地西音西在天接家天年当瑞举天宁卷你台光北北广方地一北佛光华燕桥地国藏山空地西九音我北广与南广都是在台湾南边有安一日的全统音乐。北广都名是你就是一样当北佛音乐一样元素与光华就是北女与是样南佛音乐一样元素就是台女的南广多后消分我尊杨不带一虽年学得是台女当文就带女得文就是当北得当文度派女人同是公子同度女儿温是高地北公子高地是过西越南高街中央广播电台，南管北管比较研究一，相对于南管音乐古朴典雅的丝竹弦管音色，在清朝嘉庆年间随著先民传入台湾的北管，泛指以北方官话演唱的各种声腔的戏曲音乐而。
北管与南管都是在台湾曾经流行一时的传统音乐。北管顾名思义，就是要用中国北方音乐戏剧元素与官话，就是国语，与使用南方音乐戏剧元素，就是台语的南管刚好相反。黄俊雄报代戏虽然说的是台语，但云州大儒侠的云州是中国的燕云一六州，苦海女神龙是哈达国公主，哈达是蒙古，女暴君是交子国公主，交子是广西与南交界一。6066468 2中央广播电台一。